荷兰豆，这一些长的是用自己的盆栽、盆育的苗，当时种下去呢，就是特别细，我还以为它活不了了。现在花都长满满了，花长满满了，暂时有的不知道为什么会死。很多花了，舍不得剪枝，他就让它长花了，还不少，花飘飘扬的，对吧？看，漂亮，看着舒服，不一定吃。这中间这呢？我种了一排豆角进去，看看，因为荷兰豆很快就会过掉，6月吧。这个品种就不一样的种，它就特别矮，长得好漂亮的花，比较矮的长花，是吧？反正看着舒服。这边这一片比较满意的是，它种的比较疏，比较不挤，这头也不容易长病，所以都好好的，大大个梗枝条。所以这也是一个经验，种疏一些，然后通风透气。看吧，很大个，长得每一枝条都特别大。看，那么大个，我剪了一点，长芽了，冒芽了。看，漂亮，漂亮，漂亮。看这花多好看，多好看。